哦，比脸还要大。没有办法一口喝，太大了，太大了。玉泰带你开箱比脸大美国霸王生蚝。先找到有缝缝的地方，像这里这个缝，这一种，把它嘟进去。这里大家要注意哦，要开的话一定要记得戴手套，不然这个生蚝的壳很厉，很容易手会受伤。找到有备注的地方，把备注划开，这里。备注的话，我们另外一边的备注也要把它打开，把它割开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再把它放到我们的清水里面稍微冲洗一下，切记一定要用饮用水哦。稍微清洗过后，就可以把它拿起来摆盘了。配上我们的荆棘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专业试吃员来试吃一下。比脸还要大。没有办法一口喝，太大了，太大了。海中的宝石，果真就是不一样。这算不算一种员工福利？开心吗？太幸福了。要不要谢谢老板一下？能吃到这么大颗的生蚝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